当时最容易啦。啊，我大公，我大公处理好啊，四关事啦，我根本大公啊，这一点我无了解啊。我从这个昨天我无了解，什么关系都唔得，我无了解，我是电视看的。你跑完的看的，比那个不是看的。啊，因为以前高学历的嘛，就叫起来好多的代志啦。你要以你不你喜欢的高学历，你靠靠更安的啦。你喜欢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主动？如果是你。你会不会？你这样清醒？你是我女儿，你会不会主动？如果是你一边在一走，很多事情都很难去做。啊，当做你就提供那给太郎方位，去安装的对社会观点是不好。我怎么说？如果我的这种事情对社会观点不好，啊，如果没做，那随便你再讲讲，我能坚持说我们就坚持说啊。但是医疗也毕竟被公被公的那公事，一定要连正常的场所，不要不要让人有匪夷所思的。的想法，哎呦，那传简讯哦，只要讲，我给这这边，我给我只让传简讯而已啊，你啊。哦，他也没有打电话这样。对，对外传简讯的，一个三女三女嘛，你三囡啊嘛，都得叫亲戚同意，但是嘛就挣扎呀。啊，我唔敢想做，因为我就是不晓得怎么说啊。啊，爸爸做唔干无？会做唔干无？因为我看别干的，我干过咧红外，因为唔敢，你看看别干啦。啊，你那么搞，搞可以不管人家嘛，都会做，我看别。蛮重感的有没有？那想这方面的发展，哦，伊今日安尼好辛苦，无那么了解，那是讲啊，伊今仔有一个机会，哎，安怎伊要快下面的，有滴社会有啥物有发展，有那对咱这社会就帮忙辛苦，这是重要，安尼社会唔该进步，来体谅者，啊，大家迄落就。